好，刚刚我们是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接下来动作应该你看过很多。이거는이렇게하고하는거야。那有方法哦。약간하고이제점프를하는게좋아요。你要做一下跳。Jump。Jump。Jump 之后下来的时候顺便踢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做。他这边有没有？因为踢，然后你就顺便人就要出去了。你看哦，他的左脚重要。就是要跳到球的另外一边。跳，然后下来的时候踢。